玩的不好。黑丝 YYDS 是谁来着？不知道。这是个职业选手了，我记得。之前是利物，现在知道是谁。哦。谁也喜欢黑丝袜？哈？有个胡子还可以啊。他们能听到我？我要怎么回答你？他们能听到我要怎么回答你？喜欢不喜欢都正常呀。你说是你，你说是我。你在笑什么？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一直在发问号。在等你回答。太搞了。你就带不了金花吧，冰冰知道。说我什么了？哟，来，你来。啊，你来。哦。你突然来一句这种啊？小心点，在直播啊。直播完了咋了？你改了吗？聊一点隐私的问题，兄弟们还有什么想问的？大家可以。可以怎么联系我呢？好像也联系不到我，我可以帮他们问一下。哎，我帮他们问你吧，好吧？啊，我有什么问的呀？我没有东西问呀。妈的，我把三条删掉了，我操！问你为啥不播？啊，播了没状态。十四号想不想赢啊，田野？听到没？一直来直播间问我，物资说不播，别急。钱都不要了，十四号先赢。哦，真的是他。听到没？我要能不播我也不播了。十四号赢了，对吧？再说，物资十四号能杀十只，那么他就可以开播。杀不了十只，应该不好播。好丑了我的胳膊。打个待会打个 IG 满头大汗十四号。压力真有点大。这几天得好好训练一下兄弟们。杀不了就继续努力啊。怎么办啊？好卡！现在打谁都满头大汗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大哥，你这让我怎么吃啊？这不热，你们开空调啊！你们热，我热晕了，我真想，真的快疯掉。开呗，我无所谓啊。我热到穿不了衣服了。你把衣服脱了吧，波哥。真有点穿不了，真有点顶不住了。又跳拼又热，打野又菜。最重要的是打野又菜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么燥啊！